啊，我不要。你干嘛？跟你聊天啊，怕你无聊。哥，嗯，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可以照顾你跟小宝。手拿开。 你在学校到底在干嘛？不是成立什么团队那个？哦，我跟学长们一起成立的。成立干嘛？我想要努力一点，追上你的脚步。追上我？你志向都这么低的吗？我让你超越我追上。哎，很热啦，小月。走开啦！哎呦！ 很热，走开！可是你小时候都会这样抱我。你还敢讲啊？那是你做噩梦都踹我。那你也没有把我赶出去啊？哎呀，过去一点啦，很热啦。哎，对了，哥帮你存了一笔出国念书的钱。你想一下去哪要跟我说。 我是觉得美国不错了。那你会去吗？我去干嘛？就是要给你去的啊。那我不去了。没有你含糊的余地哦。那如果我去美国，你会来看我吗？再说了，机票很贵，来回。那我想想英国好像也可以。 英国人家说小偷太多了，你一个人这样太危险。我想就这样一直陪着你。